小朋友们注意观察过鸡吗？鸡和鸟类很像，对不对？身上也有羽毛，还有翅膀。那么鸡为什么不能像鸟类那样飞起来呢？据说呀，鸡在很久很久以前呢，也是能够飞上天的。可是后来人们给鸡盖房子，给它喂吃的，渐渐的呢，它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。老有人给自己喂吃的，那它当然不愿意自己去飞出去找食。然后呢，它的翅膀呀，就因为没有长期的练习，慢慢的变得相对小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鸡的翅膀比起它的身体来说是太小了，所以呀，它就飞不起来了。